山區調查員。我哋今日咧就諗住隨機測試下唔同人對於一啲日常語文知識嘅認識有幾多。事不宜遲，即開始。開。石岩。第一個部分。暴躁，你覺得邊個先係正確嘅寫法咧 ？B。B 啊。是 B 的 A 的 A 的抉擇呢 A 的我都講 A 的 A 贊成 B Boy Boy B 的我是 B B A 是 Boy 多一點 B Boy B吓B B B 系啦，冇错。好啦，而家入到第二个部分咯。咁咧，请问呢个字点样读咧？愉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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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啊，系咯。其实正确嘅读音咧，应该叫愉快，愉愉快。呢个咧？诅咒，诅咒，诅咒，助咒，诅咒，诅咒，助咒，好乱啊！而家诅咗就咁多口，好啦，诅咒啦，诅咒，其实系叫助咒，呢个咧，绯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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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绯闻啊，应该读绯闻。好啦，咁我哋进入第三个部分，萝卜、乌龟、忧郁、尴尬、寿司、寿哦寿。我中文好差啊！唔系两个交叉，啲讲交叉。咁我哋两个好无语啊！即系点啊？自己咯，你唔好问我啦，就咁啦。我记得好似都差唔多噶。经过呢日嘅街头访问咧，我哋发现大家对中文字认识都唔算好深。无论是读定是写，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街头访问可以教导大家一些正确中文的知识，去打好个语文基础。多谢大家，拜拜。